是，没有点力气的拿不了。出来是个圆的，你看，哎，先拍底不够，他这拍就窝进去了，要再打点气，他都找不着了。这个如果要是不太扁一下呢，不太扁好一点应该是。啊，应该就这个瓶子就基本上就合格比例就要应该很好。啊，对。其实我觉得这个瓶子那种拍扁那一点没什么大意义，但是它原先不是拍平的，比较往远一点。对，我说意思只要是不动它，因为什么？你不动它，个底部的就不发生变化了，就不你就可以平。我倒很建议你，那个也一定要是扁的才好看。这个我倒建议。